民国五十四年到今哦，有啊变化，上多。迄阵的环境哦，无污染，无遮少哦，好。迄阵蚵仔足好，收成足好。一年哦来讲哦，阮是每一户哦，计收百万起个啊。啊，即马二十年后哦，变化哦，收量嘛较少啊。收用较少，那国光石化落，这生态全部就是全部啊，蚵仔啦，啊，花蛤仔啦，遐海底仔啦，蛤蟆有无？有，遐污染哦，污染江源哦，嘛是伫这土地啊。是叫着我，叫我的可爱的身躯，一直流浪他乡去。白云啊，一时的可爱的